今天搞一个熏拉丝。寒冬数雪多年，我不和我早餐。虽然叫熏拉丝，其实它就是烟熏牛蛙。小时候他卖的还不是牛蛙，是蛤蟆。我也照吃不误，根本不熟。现在都是牛蛙了，大家不要害怕，搞几只给我冰冰姐送去。来，小河塘里好多可爱的青蛙，它们都爱唱歌，咕咕呱咕呱。来啊，看美女炫牛蛙，瞧瞧瞧瞧，这金灿灿的大腿子。有一股很浓的烟熏味，仿佛就像我在一边熏腊肉一边啃牛蛙。辣度买的时候可以小选了微辣，这玩意儿一吃就停不下来，不炫个四五只根本撒不开手。还有一股葱香味，又也很入味。看剧半夜解散，那真是一个绝绝子，一枚引柱就炫完了，嘻嘻。